五指量，我穿这样真的很别扭哎！你看裙子这么短，哇哦！不会啊，你这样穿很性感啊。反正这边也没有别人啊，就只有我们两个嘛，我们就来一场真的 cosplay 吧。 我抓到了吧！我打！嘿！我杀人！啊，被你抓到了！哼，原来你喜欢玩这个。但我不投降。你不投降？我不投降。哼，我不要！你不要？我不要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，真的懂吗？真的懂！真的懂！ 靠住我！这么想被靠住啊？你没有啊？真是手走开了！哦，啊，被你靠住了！哎呀，这样子你就不可以欺负其他女人了？哦，什么？哎呀，我也靠住你！你把我靠住了！嗯。 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啊，解开吧。嗯，解开吧。钥匙呢？不是在你那吗？没有，在我这儿。也没有在我这儿。啊？那赶快去找钥匙啊！钥匙。哎，你还好吗？好痛。嗯，好痛。那我们先往那边找，一起往那边找。哎。 警匪片哦，一个穿警察，一个穿小偷的衣服，很新潮吗？你们？哎呦，现在看电影还有这种 cosplay 的衣服啊？对啊，哪一部啊？好可爱啊！我也想去看。哎呀，哪一部啊？
点了，好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戴手铐啊？我们就喜欢靠在一起啊，怎么样？大哥，原来你不是去看电影，是去演爱情动作爱片。哪里看？去哪里？跟你讲，爱情动作片哦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要再讲了啦，讲的有的没有的，没娘。先想办法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。要笑了，认真一点锯啦！你不要锯到我手了啦！不会啦！哎，别拍了！别拍呀！不要拍！哎呀，不要拍！哎呀，丢脸死！别拍呀！太荒谬了，要记录一下。别拍呀！哎呦！哎，先生，哎呦，够丢脸！没有那么好笑的，哎呦！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脸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上传哦。不会啊，我紧紧一下。好了啦，不要笑，小声一点。快点去啦！大表哥，我没有笑哦。平姨啊，看不出来你没有在笑呢。大表嫂，我尽量在憋哦，但是我实在是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加油喜事，相信爱情。